Hello， 各位学习球迷，大家好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，为什么你都已经打了那么久，都还没办法突破自己的成绩呢？很多学生来找我上课，首先我都会先让他们厘清观念，也就是在不改变他们的挥杆的前提之下，一样能够去改变他们成绩进步的一个方式。首要的条件就是先必须去改变他们的想法。会没办法突破自己的成绩原因之一，是因为你对高尔夫球的认识因果关系没办法搭上线。这个意思就是说，有些球友会问教练啊，为什么我的球会一直偏右？那我可能会先反问他，你觉得呢？他可能会从他的认知认为啊，球偏右，因为他可能会说他的下半身转得太快，或者也有学生说他的球偏右，因为我眼睛没看球，甚至有些学生会说球偏右，因为他的右手太大力。那关于这个部分，他的因果关系并没有达到完全的正确，几乎可以说是不对的。所以就关于这个第一个点，你的因果关系答案不正确，你就算再怎么样去往这个方向修正，你也没办法改变会偏右的一个事实。第二个部分就是自以为的自以为，什么意思呢？就延续刚刚上一个话题，有些球友的球偏右，他可能自己认为，就像刚刚提到的，他是右手，感觉他因为出力，所以导致球偏右。那他的感受是，他的右手只要放轻松，球就会不偏右。或者是也许他会说他的左手出力，他的球就可以偏左。而这个自以为的自以为，这个是最糟糕的，因为很多球友可能自以为他是这样子，但针对于这个自以为的部分是个人的感觉，他这样子做也许会帮助到他自己，可是因为他自以为是这样子的东西，而反而去告诉他的球友，甚至告诉他的朋友等等等，而导致这个东西会变得非常的迷失。所以就延续到刚刚上一个问题，有些球友不知道，就也会以为球偏右是右手出力，或者是听到每一个方法都不同，球偏右因为腰转太快等等等的不同很多很多很多的杂讯。所以关于前面这两点，就足够让高尔夫球的这些挥杆的理论去搞得一团乱，所以导致大家对高尔夫的因果关系不是这么的理解，而一直在那边绕来绕去。三，就是去找寻所谓的真理。那因为前面两个的状况，而导致第三个事情的发生，就是开始不断的去研究高尔夫球到底是要怎么握啊，怎么样的站啊，怎么样的上杆，怎么样的下杆，哪里先启动啊，甚至研究到更细，什么脊椎几度啊，什么屈腕不屈腕等等等更多的细节在里面。因为他们认为这所谓的真理只要一旦找到了，就能够打72杆甚至更低，或者是突破自己的成绩就好。而当你已经到这第三种状况的球友们，通常他都已经可能甚至打了五年甚至以上十年都还没有破百，当然也有可能破百，但是成绩一直在95左右。到底他是真理找错了，还是他已经陷入在这个框框里面？那答案，他当然是在这个框框里面没办法突破，他认为一直有所谓的真理，而他一直不断的去细节去想象他自己的挥杆要做到哪里哪里哪里，可能有十件事情，而因为他在思考这十件事情，失去了最重要的协调性，也就是他的本能。而并不是因为他这十件事情做错，而是因为他没有把它给连起来。而对于这样子的球友，当他打不好时，他并不是认为是不是连不起来的问题，他也不会去在乎是不是协调性的问题，他只要打不好，他就会一直迷失在这个框框里面，又认为他可能上杆没做好，还是哪个位置应该到哪到哪，或者是下来应该到哪到哪，手应该是这样还是那样。就是因为太多的东西限制住了他的一个想象，所以通常教练碰到这样子的学生，几乎都是七成以上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问题。而我会怎么做呢？我会很简单的，先不管他手上拿什么样的球杆都可以，我会把两颗球摆得很近，各位也可以去试试看这样子做。你摆得很近，然后告诉你自己，只要把其中一颗球用你手上的球杆去撞到另外一颗球，不用摆得太远，那我相信一个正常人的直觉，甚至没有学过的人，他就会用他自己本身的本能去撞到那颗球，
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？各位有没有思考过，你只是需要用球杆把这颗球去撞到另外一颗球，答案就好比说球在这里不动，这么样的近的距离，你只是要把球打进洞。那今天球的洞只是可能是在500码、300码的位置，那你同样的概念应该也是只要去想着怎么样把球去打到那里，对吧？也就是说，在刚刚这么短的一个位置里面，我相信各位一定没有去任何的思考，很单纯的只知道一件事情，就是想着要把球打进洞，并不是去想着哦，我要先握好、站好、设定好，blah blah blah blah，这么多的细节。所以简单来说，你打不好真正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你已经忽略了本质，而本质就是去想着如何把球打进洞里，就是你的本质也代表你的协调性。你一旦没有协调性，相对的常常就会碰到问题，哎，教练，我觉得我很有力，可是为什么我打不远？是因为你失去了协调性啊。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打不远的原因之一。那最后呢，也许讲到这边会有很多球友可能就会去想，哎，教练，我们是不是一开始就应该要把正确的握杆、站姿、设定动作、上杆、下杆全部给一把所谓的标准给学好，这样才对吧？才不会去影响往后 blah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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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。所以讲到这边，如果你还在有这样子的想法的球友们，那我会告诉你，你呢还在这个框框里面没办法突破。以上就是因为各位分享教学影片，喜欢我的影片记得按下订阅、按赞、加分享。最重要就是，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，都非常欢迎在底下留言。我们下次见咯，拜拜。